170名青年义工参与社区服务获得表扬。在他们参与的青年领袖计划下，青年义工同政府机构、非营利组织等社区伙伴合作，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。完成青年领袖计划的青年义工志愿团队获颁奖项，表扬他们的杰出贡献。义工们参与的计划能帮助不同的群体，包括一项为孤独老人举办社交活动的项目。I hope to work with more isolated seniors and also seniors that are wheelchair bound because I feel that the wheelchair bound seniors do not have many activities that is accessible to them. 青年领袖计划已推出8年，目前已有超过1350名青年义工完成这项为期9到12个月的领袖培训计划。